大家好，我是邵怡，那英文名字是 Stephanie， 我的身高是163，体重48，星座我是狮子座的。那我的职业，其实我做商业活动主持人很多年了，大概十几年以上，就不用讲太清楚，否则你就会知道我年龄了。兴趣哦，我兴趣其实蛮广泛的耶，我喜欢文学，我喜欢艺术品画作，然后最近有被强迫听一点就是古典音乐，好像也蛮有趣的。谢谢大家。